这个岗怎么样？海景，好吧，我们先拍一场婚纱照，好吧 ？OK， 吃鸡了我就是你的，不吃鸡你就是我的。啊，那我感觉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和你，不是唱不上那个味道啊，这个很尴尬。他那个你要抖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抖一下不就结束了吗？真的是。哎，我有两个六倍，你要吗？最好的都留给你吧。有，我好多倍镜，我有好多。好吧，那我就帮你保存一个吧。来了，给你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哇，这么多。都是用来监视你的。这为什么还要监视我？我怕你找别的小姐姐啊，比心上小姐姐这么多，人美是田技术好，长得也好看。但是我喜欢的只有你一个呀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肯定的呀。比珍珠还真吗？那肯定是如假包换呀。哎呦，我捡了三颗烟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捡了这么多的烟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戒了烟我不习惯，没有你我怎么办。不对，怎么你一下飞机就感觉空气都是甜的了，哇，哎呦，哎，顺的味道就来了，哎，我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，还有黑色的，哎，谁？好变态啊！